是走了。这什么情况？那既然这个菜也点完了，你慢慢吃，我先走。等会儿，差点忘了，前一回就让你跑了，这回还能让你跑吗？快赔我相机。年大记者，你说我弄坏了你的相机，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弄坏的。那你正好说到相机啊，我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个疑问，就是我为什么每次见到你，你要不就是被人劫持，要不就是你在偷窥别人。不是你真的是记者吗？我的工作证。前两次呢，你作为热心市民，确实帮助我获得了很有价值的新闻，我该好好感谢你。回头我给你单位送一个热心市民的锦旗吧。但是我的相机呢，你要是不想被我上门讨债，就赶紧赔偿我。是这样的，如果说这个相机是我弄坏的，我一定会赔偿你。但是你总要给我提供一些证据吧。给我联系方式啊，你说的证据我会给你看的。好。太好了，快饿死了。我都把单买了，怎么着也得吃两口吧。来都来了，是吧？你们放好设备，就先回去休息吧。
大哥，你看这包里没有。殷记者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？你应该清楚。把东西给我们，咱们啊该干嘛干嘛。你们干嘛呢？谭敬州，他们在找这个是吗？东西在你这儿。谭敬州，你有病吧？你好好说话，干嘛骂人啊？来，痛快人。谭敬州，你不许给他们。 你要敢给他们，我跟你没完。那是我的东西，你没权利跟我做决定。哎，别动，别乱动啊！不是你总不能为了一个录音笔跟别人拼命吧？我让你给我保管好的，你为什么要给他们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你知道那对别人来说有多重要吗？我好不容易才录到的，我就不应该给你，不应该相信你，我应该自己拿着拼命保护的。对，这就对了，就是要这种真实劲儿。要是没跟你说吧，刚刚你也演不出来这么真实的这股劲儿。我已经找了餐厅拿了电脑，把录音笔里面的东西都拷出来了。这。 吓死我了！你没睡啊？我得起来给你做饭呢。你说你这几天怎么天天都这么晚回来啊？这也是干不完的事儿啊。嗯，我呀，看到敬州了，那孩子跟你一样，一脸的疲惫，特别憔悴，越来越像你了。他最近的压力也挺大。 都被你给带偏了。你说你这，你又得赖我。以前吧，你说我工作狂，传染给谭敬州了，现在我又给带歪了。<笑>幸亏我们严峰不像你们。啊，听说严峰跟着甄一去这个云来勘测。啊？什么？ 严峰跟着甄一去帮江车干活去了，那个订单。哎，你说咱这儿子哈，在甄一他们家隔壁租房子，还去帮他干活，这小子是不是喜欢上甄一了？啊？ 这是今天报纸，又有咱们研究所的报道。啊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你知道那对别人来说有多重要吗？我好不容易才录到的。我已经找了餐厅拿了电脑，把录音笔里面的东西都拷出来了。 老柯，我今天休息啊。
有事说事，没事赶紧挂。燕姐，主任看过我们的片子，说你那个片子做的简直完美了，一顿表扬，你知道吗？太好了。别拍马屁，说重点。其实是主任啊，想让我吹一下你那个江车的那个报道。这事先缓一缓不行吗？年姐，那是主任的意思啊，那可不是我的意思啊。知道了，顺便讨个债总是可以的。讨债？讨什么债？跟你没关系，赶紧剪片子吧啊！遵命。哥，那边在吵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干嘛呢？过去看看。没看我在工作呢。小心小心。好的好的，这边。哎呦。再过去看一眼。走。哎呦。慢点啊。快点。哎，这不是菲利克斯的科研团队吗？放上去。好酷的监测车。不是，这他们也过来勘测吗？走。哎，那边。你们也下来帮帮忙啊！啊！你让我们帮你们搬东西啊？让我妈过去看看。师妹，这我们去吗？来，后面还有吗？那好，去搭把手吧。好，行，行吧，小墩，咱俩一起去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吧。走吧。林工，咱俩也别闲着了，看看小峰干嘛去了。行。小心点儿。嘿，干嘛呢？这里不能上去。滚！干嘛呢？欺负人呢？嘿，干什么？蒋华他们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啊？哎，林工！啊，林工，蒋红在那边打架了。什么？走，看看。走，把他们俩放开！老蒋，啊，松手！蒋，老蒋，老蒋，松手了！老蒋，起身来！好了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我们好心好意下来帮他们忙，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动手打人。这只是个误会。这不是误会。他们是来偷看我们监测车呢？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就你那破车，谁稀罕看？我告诉你，你那车我们厂多的是。你敢说，这小子不想要上我们的车吗？他上你车干嘛？他就是应你们的要求过来帮你们搬东西。搬东西？呵呵呵，他在偷看我们的车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托马斯，没事吧？没事的。谢谢。李岩峰，
好几天不见。您还是那么虚伪啊。我和托马斯都是菲利克斯公司科研队的。又骗到菲利克斯了，你本事不小啊。我相信你这次再没办法盗取我的技术完成这次任务。李艳芳，你胡说什么？托马斯，冷静，都冷静，都冷静。我们是来公平竞争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李艳芳，菲利克斯的团队虽然是我带队，但技术核心不是我。刘烈，希望你们认识一下。你好，各位好，我是刘烈，目前是菲利克斯的技术总监。工作还没做完，回去工作吧。走了走了。李岩峰。啊。那个郭博士，你早就认识啊？是的。什么情况？他不是门泽尔研究所的人吗？怎么又去菲利克斯了？老蒋，没事吧？都是小野的功劳。你也太沉不住气，怎么就打起来？他把郭博士窃取别人成果的事，有什么事儿？告诉了总部。别看他块头，别人，他也打不过。那个别人不就是你吗？行吧行吧，就是。我就是。小野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干。打抱不平。没事就好。他先动的手。如果我说。太过分。他想笼络我。你信吗？你放心，肯定耽误不了事儿。小野曾经许诺过我，只要我加入门泽尔，他就把属于我的荣誉给我。那，你拒绝了？我不是人在这儿吗？哎，不是，我问一句啊，那刘烈到底是干嘛的？对，年纪轻轻就做了技术总监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别伤他人志气。行了，拿实力说话，干活吧。这些是你最新设计的图纸吗？不错，真不错啊！你的思路非常的奇巧，肯定比江车的那些人高明很多啊！而且留给江车的时间不多了。江车的节奏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们的团队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节奏。再说了，科研又不是赛跑，还能以速度定成班？你说的对。不过，我今天的工作效率确实比往常低了不少。哦，怎么？谁影响你了吗？是这样，我工作时间不太喜欢被人打扰，更不喜欢与人聊与科研无关的琐事。啊，行，那我不打搅你了。哎，郭博士啊，你之前就认识江车的那个李岩峰对吧？是的，这个人呢，他是有些才华，不过太年轻了。你放心，他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的，不用太在意他。我倒是挺期待他能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。嗯，行，你先忙着。嗯，好。我个人十分推崇门泽尔执行副总裁克里斯恩博士的一句话，他说门泽尔的成功有三大重要因素，而其中之一就是公司对内外环境的灵活适应能力。我们中国的轨道交通市场足够大，完全容得下包括合资企业在内的江车厂以及其他机车公司，所以我觉得非竞争性条款既不符合经济需求，也没有必要。非竞争性条款对于江车而言不是约束，反而是机会。合资厂一旦成立，我们会建立生产中心，在这个生产中心未来会得到交流传动技术，而且你们江车可以为合资厂做很多配套的工作，你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技术上得到极大的提升。
都说中国人是最擅长学习的，那不正是你们江车集团希望的？我们江车集团有12000名员工，如果一旦签订了该条款，我们江车厂会有很多员工失业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。如果我们强强联手，你们江车将会得到更多的优质订单，所以你们只需要做最后这么一点点的牺牲，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谭总监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，我不想永无休止的继续协商下去。可要是我们不同意，这两年的谈判努力白白浪费了。荆州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既然小野能借故拖延，可这次我们也拖他一头。拖？对，你什么也别想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听我的。既然小野能借故拖延，那这次我们也拖他一头。董事长，是赌真一和严峰那边能赢吧？
连峰。请进。谭总监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机联系不到你，我只好登门拜访了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昨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没空接你电话，后来我也忘记回给你了。没关系，你也不是第一。花着公务事儿的时间来了私事儿，必须一次性解决。谭总监，这个需要您签字。年记者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手上真的很多事情。账的事儿可以先放一放。我来这儿半天了，总得给我倒杯水吧。小张，给年记者倒杯水。好。小张。我不渴，谢谢。你先去忙。谭总监现在学会摆谱了呀？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我渴了。检查过吗？吃点药就好。你吃什么药？疼成这样哪是吃药的事儿啊？走，哎呀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哎，真的没事，我让别人帮我买止疼片就好了。你这必须得去看，上医院。走。不能去，我今天还有一顿事没解决。听话。我真的不去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。听话。不去。你要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把你从这儿拖出去，现在乖乖跟我走。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作风。走。我送你去最近的医院。我。
我得赶回去开会，我就不送你了啊。你不要命了？林工，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压缩空间，不过还是达不到要求。但是你看这儿，我们已经把转向架缩小了原来大小的5%了，还是不够啊。哎，我看李岩峰之前画了那么多图纸，他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呀？峰哥刚吃完药，得让他休息一会儿。他怎么样了？还是在发烧，而且烧得很厉害。他现在病了，我们需要靠我们自己。继续吧。老郭，看一眼，看对不对？林工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殷总要带人过来搬东西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先休息会儿。怎么烧得这么厉害？没事儿，你快休息会儿吧。不行，你必须休息。来不及了，天都快亮了，天亮了我们就得走。李岩峰。啊。你背后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快给我弄掉它！快快快！大石头，你看，你自己不是也背上了吗？没看上去那么容易啊，他怎么就能弄得好？不过闻上去还挺香的。对，这是你烤的？嗯。笑什么呀？是丑了点儿，但是味道很棒啊。能吃。你还好吗？
你看，好多星星啊！来这里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看这里的星空呢。是啊，真的很多星星呢，好美啊。折射，折射，怎么了？折射，折射，我知道了，折射。什么？什么折射啊？我想起来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望远镜的原理就是通过二次折射，同样的焦距，但是望远镜的镜头可以做得更多。也就是说，把电机移出轮对范围，加大中心距，就会得到双极传动，其单向占比空间就会变小，但是最终传动比却不会变。这样就是说，可以用更小的空间装更多的东西了。没错。